团和助学金的帮忙，让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参加一些课外活动，让我可以有更丰富的大学生活。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去读书，谁不愿意呢？那对啊，就变成说，你就是生长出来在这个家庭，而且变成说很多的一个遭遇啊，所以变成说你是要自己可能认分一点，就是说自己做一个生活上的打算。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我很谢谢你。基本上说，同学说我没有能力、经济能力来帮助清寒的同学，但是呢，社会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弱势的团体，所以他们很乐意去外面做社会服务的工作。如果有人捐500块，那他们愿意在社会服务、校外服务1个小时。所以变成说，我们当时目标在1999年9月9日正式成立的这样传来还你的助学金的计划，目标要募到我们学校。弱势学生相当多哈，就学贷款大概20几%的同学都需要就学贷款念这个大学，所以经济上是属于弱势的同学，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来帮助他们，不要同学不要因为经济的因素而失学。我爸爸目前已经不在了，那边说就是我们家的话，就是我剩我妈妈还有我弟弟跟我姐姐，然后我妈妈变成说她是家管啊，可是变家管她有时候只是拿一些手工回来做啊，所以变成说那个经济状况也没有很。然后在这之前的话，变成说我姐她本身，工作也不稳定，然后那时候我弟也都还在读书，所以现在就那个时候的状况，也就是家里的经济就已经不是很 OK， 所以我变成说我也打很多分工，又变成说我的经济来源完全都是我自己来做这个赚取。因为申请传爱助学金是因为家里是单亲啊，妈妈在传统市场卖鱼工作。啊，我们家里又有3个兄弟姐妹都在上学，负担对我妈妈来讲是蛮重的，所以我看到学校这个资讯的就去申请，这样希望能帮妈妈分担一些家境。对，有这笔钱当然是会比较有弹性的去运用我成生活的一些支出。那变成说可能因为一开始的话，可能这笔的话变成说比较是我支付学费的一部分。啊，后续的话可能不用这么辛苦，这样子。可以借由申请此笔传爱助学金，然后我在就是可以缴交硕士班的学分费的方面，就另外缴交学分费，我可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个传爱助学金的帮助之后，让我负担减轻了非常多，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让我去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例如去玩社团、去学社团的事。担任一些干部，或者是参加一些竞赛的活动，让我更多的机会能去学习更课外的事物。对，很帮助就是还蛮大的。到现在我们应该有533位同学啊接受这样的传来的爱心的资助，然后我们整个发放的金额大概341万。所以当然我们590几万的话已经慢慢就开始已经用掉一半以上了。当然我们很高兴有这么多爱心进来，但是需要帮助的同学又更多，我们也更希望说有爱心的学长学姐跟社会人士可以来发动，甚至说你今天你的经济能力没办法帮助，你也可以说认识有一个善心的人士，把我们这个概念传递进去，那他可以来帮助我们最好，他如果不能帮助我们，他也可以把这个爱心传递到别的学校去，有很多社会很多地方都需要这样爱心的帮忙。我想社会是需要更多的温暖来让这个社会更好，是受到
资助的这些清谈同学，他自己也本身加入我们所谓的志工的服务。我们志工，我们现在把翻的传的有八大爱啊，有我们有所谓的学童之爱、老人之爱、社会之爱、教育之爱、健康之爱、那环境之爱，甚至于我们有国际之爱，到国际的志工去。我们到去年暑假啊，也今年暑假也都有到泰国台北的边缘乡村去帮助这些啊偏乡的孩童。我想这是我们啊非常高兴，同学有这样把爱心化为行动来做，但是。爱心的做法需要大家共同生存的帮助。同学第一年的爱心在校外服务队已经做了12000多个小时，那在第二年的部分又有大概16000个小时，所以讲加起来到现在已经有27000-28000个小时的校外志工的服务，这是非常令人感动。别的学校可能只有重点放在是助学，那我们学校呢是把助学跟服务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那各位现在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计划的八大之爱联合成果展。那么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鼓励我们的同学，因为对方有人愿意捐款，那我们就更应该把这个捐款，把对方捐款的心，化为一个更向上善的一个力量，然后再把这个力量呢送出去，然后可以。更多的人也很希望社会人士跟在一个学长学姐们可以把这个爱心捐赠出来，让更多的同学、更多的弱势的同学受到帮助。那你助学，我服务，同学很乐意去做社会服务。那让这些清寒的学生跟社会弱势的团体，将来有机会，他可以成功之后，他可以把这个爱心传递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我想，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部分。经济情况都不是很好，那我想在这个时候是更需要我们能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一起来帮这些同学，让他们能够在4年里面顺顺利利的完成学业，不再需要说因为这个担心学费、生活费的问题而影响到他们的学业。好，那在这边呢，再一次希望大家能够发挥您的爱心，然后来赞助支持。让我们把这样的传爱还愿的概念传承下去。我代表所有的学弟学妹，谢谢大家，请大家一起致敬传爱还愿。